应当啊讲得最清楚的，应当就要讲说佛做太子的时间，这个来子就是落后落佛抢了一个啊，一个太子。那么慢慢的佛章呢，仅仅按你中国佛教北传佛教的说法吧，也因为落后落是佛神托的一张出世啊，因为说是这样的佛啊，那么出家苦恨六年以后神就不托，那么神托的人呢、啊、落后落张出世，那么因为出家很久呢好几年呢，那落后落张出世，那么因此这个世界所有的王中中啊，对这个落后落的母亲耶稣陀罗就有啊许多误会，那么因此之故呢啊，就当时一个落后落的母亲耶稣陀罗就反映讲家庭讲的啊，唔系太子嘅亲戚嘛，那唔可以用火行来跳落去就受死。家庭讲是太子嘅亲戚，那来跳落去啊，不但唔会受死，而且能够啊啊保持母子平安。那么因此当时就照按那个方式去实验啊。那么那个耶稣陀罗那啊南边那个落后咯，就跳落火行。那么当时嘅火行杜行啊，就生出一类嘅莲花啊，生出一类莲花呢，把这个耶稣陀罗母子啊托在上面上，唔会上到啊，不但是个火唔会上到去啊，连手气都冇，即其清凉，所以耶稣母子俩无恙。这个家庭真相讲，是耶稣免难受灾障，也系表示按那个意思。不过你也是被传佛教的讲法，被传佛教的讲法，因为印度人不注重的是到底实际情况和样板啊，两千两年前的事情现在没办法求证。那么一个按照的南传佛教呢，南传佛教传到缅甸泰国雪兰莪带给南传佛教的说法，就因为讲话是他多太子出家的时间哈，落后了就已经出事了，所以个有延续啊啊，同样一个啊，释迦牟尼佛的事迹啊，个起初啊，当时给多太子出家的时间啊，那么就显示讲嘛，耶稣陀罗身边呐、啊、就有罗侯罗了，那么也是南传佛教的讲法。那么以南传佛教的讲法呢，当然是比较接触人情呐、啊，不一般人所能接受。被传佛教的广泛，因为讲佛神托给一张出世啊，所以这个名目很多服装，以前还有故事说明，那么比较就哈神法啊，为现代人比较难以接受。所以因为杨板板很多服装呢，那么落后了啊，以过去多生修行的时间了啊，曾是出现露出一个啊，给那个啊带个出现了，就是一个通天。落出的带个通天的地方通道上呢，那么落后了当时修行的时间啊，把这个落出龙啊拿来石头啊，说地方上啊啊六年啊，所以像不像摩西啊，第二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光落后了从前啊曾做过国王啊，那么曾前有一个贤人啊，修行的人向其请求托办，那么落后了当时做国王的时间答应了，但是呢，人家王中呢是忘记他把那个银饰拿出来供养，人家王中呢六年长出来啊，啊那个贤人呢，因为是对那个国王的有请啊，虽然没好事又不敢走，坐在这个边饿六年，那么因此那个国那个贤人啊恨那个国王，说你啊你害我饿六年，那我以后啊我把个恩人希望你以后生生世世而出母胎六年啊，也有一种说法，不过第二一类说法呢都是属于被传佛教的说法。那么究竟是实际情况啊，很样板没必要去追究了，没必要去考察，因为也该都是过去的事情，落后了究竟那时说是啊，那给名称有没有办法服装也该到底让我的好不喜欢没没关系啊，一定要神气团烦恼没没关系，所以不必去下功夫去研究。不过落后落在佛弟子当中呢，也是没很第一，这个修行啊比没是个修行，一般人不知道的修行发发健康
佛对罗侯罗书记的时节啦，这个气象方就有那两句话讲：罗侯罗灭恨，为我能弟子，我不自成。讲罗侯罗的比咩小行哦，就有佛长弟的，茫然弟的见样办小行，所以见样办小真到我罗看过。那么几个小法呢，只有佛长弟的。啊，所以本人看见小行，往往想看外表啊，啊，几个内心有小无小，茫然看得到的。但是罗侯罗的小行呢，就是内心的咩恨，唔咩外面看得到。在后来真阿罗汉果，那就是内壁菩萨向外现上文身，要不就本人受唔理解，或者灭恨第一。罗侯罗，按照这个佛经上的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要提起本人。回到你的故乡的时间了，就到罗侯罗出家。根据白传佛教的说法，因为该当时罗侯罗长七八岁，所以佛陀的出家是做沙弥的开祖，小沙弥啊。佛子做沙弥哈，出家做小沙弥，满七岁以上的岁人呢，将可以出家做小沙弥。所以这里方什么叫做起悟沙弥？七岁到十三岁，那段时间叫起悟沙弥。岁人呢还没有得修行啊，比如有三样的十个东西啦，我们讲掉的样的啊，做起悟沙弥。罗侯罗就是那个沙弥的第一代祖师啊，个开祖最先的小沙弥。那么罗侯罗出家的时间呢，像沙利佛做的个剃度的佛像，就是一个剃度师。那沙利佛为佛像，目犍连为阿舍利，所以当时罗侯罗做小沙弥出家，由沙利佛土地出家啊。那么当然真正土地出家的人呢，还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后来成就这个阿罗汉果以后啊，佛长说几个话没很第一啊。那么金芒有真果以前处处搞小沙弥，也一调皮。那么有一个调皮呀，佛教徒这个方法吧，也真多一提熟的啊。因为给他的生意呢，小沙弥也不打帮你，这个魔就是讲啊。那么人类这个佛的顶上。我讲世尊有什么面面出去突发众生呢？摸出金山罗后罗出去骗人说有啊，说地板哦，结果人地板一点点就进去去摸啊。真正佛在那个金山上，原来我讲世尊有说金山上吗？他就说摸出去，实际上是说地板的啊。金山上的大王人后来人就传播释迦牟尼佛堂道，我罗侯罗从此安的大王一片人啊。那么佛就告诉你，有一年释迦佛就喊罗侯罗讲：“罗罗来，嗯，做乜嘅？我爱睡觉，爱觉困了，装睡帮我睡觉啊。”然后罗侯罗就觉困哪里哦，就装睡，就装好就本释迦佛睡觉啊，觉睡好了就喊叫讲：“罗侯罗，你睡多少去？”都到二楼多睡，叫妈妈忙得到，做乜还忙得到呢？该睡不能睡好吗？我个睡觉睡是太厉害了，也是得了。那你那个睡覆睡没？是覆睡呀，覆睡都掉那上睡一下，睡到觉全部都睡落去。啊，科学家个睡觉睡落向了，我就冇得留起来。留落去没有大家都睡唔得几天咩？可是冇留到。啊，落向了又唔敢睡。哎呦，个睡觉个睡按我做还难睡。哈，佛就话就讲，你那个睡嘛，就像个睡觉睡中央。那个，那睡因为哪个睡觉睡中央吗？你从事大王爷啊，我有在金山有骗人讲嘛，我摸错金山有骗人讲有，人家心地就没形象，心地没形象的大王爷就是垃圾，留守人家的视觉最重要。从今以后没咋过大王爷按你骗人，你用按你大王爷骗人哈，我就喊你是视觉水，听好哦，你能搞土地哈，那家庭你的土地的大王爷他们是视觉水。我落去了讲多嘞，讲是四角水，以后唔敢打王爷，我水就多去啦，多去嘞就，佛像喊咪讲，根本变转来，根本变转来就多吸波吸上来，个水呀、水多落去，个脚盆都变转来，你向上填，个都背囊向上填，一样个涨水涨得浪咯。师尊讲，你个心咪冲开安尼，你个心啊。本个妄妄想啊，含有那个大妄念啊，个吹那杂逼的呢哈，
法水干唔搵一片，就用个作品变作那样嘅，个法水干唔搵一片。人家大王爷个心里唔拿得哈，唔持守啊，冇事枪哈，人家心就本了嘅啊，王爷覆盖的呢，所以个法水要干唔一片啊，还冇大王爷冇啊，唔叻唔叻，哦，还冇大王爷啦，哦，佢变作啦。变成了水多落去，装起嘛，哎呀，按你装的啊，下一拜你就莫大王你按你发上去，咱们念，你就喊咱们神修，搞土地按你搞啊，强富搞土地搞落后了，按你个搞法哦，不是用大用嘛，啊、哦，尤其师兄你个土法嘛，该没用，不用按你方法，要佛听后该神高，哎，他个唔叫用。结尾乱来啊，唔做规矩，他们是死死搞水，挺好啊。家庭讲法结尾唔做规矩啊，你都叫我们变转了，我、啊、水怎么样去？唔会咯，人家个啊，个乱七八糟个心理啊，个大方向个呀，哦，还有个唔错个呀，什么拿来起手的，等于叫我们变转了，小猪讲个人，啊，落后了，初初感受啥米数？十八岁个时间。佛祖上师用按那个方式去告他，啊，第十一次就成功了。从此以后认真修行，真阿罗汉果，就是没限期的，你看就是落后了。我第十位，过了第十一位，九凡菩提，九凡菩提也是印度法，凡神中国法阿罗牛齿，牛齿，牛马的牛啊，齿哈，口齿变做在公司的齿。口齿片坐在公司的齿啊，那牛齿，齿啊就会臭。牛某些东西哈，牛会拽啊，某些东西你们见臭啊。大家讲过天的人啊哈，有看过牛，看那个牛哈，有臭也臭，无臭也臭，跟牛平常都死臭啊，我再见天拢见臭。嗯，一个凡系牛，一个再是无田，从此见臭。而九凡菩提的位比丘呢？有啊，那个修业的模样，平常时这个嘴啊，形像牛样的，见臭东西冇停，所以我们牛齿必修。你做嘛个东西，我有啊，那个果报呢？根据经论那个说法吧，讲九凡菩提在540以前，也是一个出家米，出家人，多少啥米啊？那么该当时九凡菩提540前都修啥米哈？牙心跳皮，看到一个老比丘啊，年纪多了80-90岁的老比丘，磨牙齿，磨牙齿啊，是东西臭的烂，就慢慢的进脉、进脉、进脉啊，你再进痛啊，哦，一个九凡菩提的前身的修啥米啊？吼，看到个老比丘啊，你磨牙齿是东西慢慢进脉、进臭哈，你就笑，他个笑法我，啊，人家老比丘啊，牙牙看人家像像牛哦，像牛多错样的臭毛田。见到个罗比丘就是阿罗汉，真罗汉过个人啊！佮两个诽谤阿罗汉哈，骂阿罗汉罪过心态，所以两个罗比丘马上就发受啥咪话？你是挨嘛？挨那话不是人，你就挨两个罗比丘嘛？哈，罗比丘对啊，没错啊，但是挨以前真阿罗汉过啊，以前在骂阿罗汉讲话，牛多错，他一般你就生生世世做牛呢啊！不但做牛，还要落地狱啊！关键三倍。当时受染米堂都要出家哦，关键求忏悔，但是忏悔只是不是落天狱，从此以后连540做牛，九凡菩提前身啊，也没按那个计划啊，妈的个真阿罗汉个老比丘讲，是东西像牛多错，从此就做540个牛啊，真是自家的牛多错。那么也没过一生就出过家多少染米，老佛法叫有缘。所以540个牛眼满的哈，转身就做九凡菩提。那么因为这540牛神呐、啊，个最爱的臭东西个习惯很保守，所以出世众人做人哈，这个最还是像牛多错，从此臭毛田。但后来小行出家真阿罗汉果呢？真阿罗汉果佛讲法几讲话，参人间向有爱的啊，个最臭毛田有讲法骗人，有个人帮阿罗汉呐，有错了吹呀，因此佛就喊几讲。哎，九凡菩提，你莫带出人间，你带出人间，恐怕本人错口业。就安样的呢？就跟去田中，去田中，去土地田方啊，问田人中央，田人具有神通啊，有田人通，其实看就敌人的阿罗汉，唔会诽谤，唔会强奸你，就唔会偷偷吹呀。你问田人中央，
所以是九盘菩提在佛弟子当中呢，就是数天中第一。呀，个第一真好，我都真想哦哟，就得唔到的呢哈。数天中第一，一年都按运就是天上啊，数天应该中央，每年都是天上的天主没有中啊，那都是天主按的，是个东西唔一样嘞啊。所以这个九盘菩提就是在佛弟子当中数天中第一，常识本天人中央，也就是九盘菩提啊，第十一位九盘菩提数天中第一，就是没有九牛子的学习，所以佛汉子真阿罗汉过以后是天中行啊，数天人中央。过了第十一位扁头如波罗多，也是多那个多，它有读陀啊，一般人读吹，唔系吹是吹呀、啊，扁吹嘅吹，下面做土章做吹啊，然后做土，再做多，怪你是多啦啊。那合法呢，有的做土，有的做多，他的也个四音嘛，他一般人习惯性都做个扁头如菠萝吹啊，其实呢叫丝吧，唔系吹丝，因为呢是反面啦。那中原四音都没正确啊，也没嘛个太关系，滴得给反面啊。那么论四呢，也就是多四啊，合法呢真突突脱啊，它顺过音突突多啊，吹是啊，扁吹个吹，卷吹个吹，下面个土字该怎个吹？该就是当北方东西跌下了，我们就吹，你啊就是跌落去个吹，扁头路。凡神中国方都不通，是一个相；波罗多是一个名，叫利根，不通利根。扁头如波罗多就是不通利根。两位尊者哈，几在佛弟子当中啊，福田第一啊，真阿罗汉过以后，几在人间啊，而接受人的供养。凡是有人大在供养啊，几就而去接受人的供养，本人中福田。所以为了福田第一，今年我得到的啊，该福田第一该阿何呢也有原因。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间，对于佛弟子啊，哈，众人真身果有神通，他不准许佛弟子随便现神通，啊，某特殊的情况啊，不准现神通。有一年，释迦牟尼佛以前150比丘啊，出去托办，啊。当时呢，泰路边上有一家人，啊，按照树体庄稼，树体庄稼个家门后巷啊，种一头泰树，个泰树挺高。哎呀，个树体庄稼是个要好样有钱人，他用金咩啊，纯金去打一扎，十番个板，做一扎翻板，那个金板啊。就拿了表和金木面前的路边那个台树的最当辈的树茶哈，而树茶都散发，稳住散发，这个把就表个那散发个中间上啊嘞啊啊，青果嘞啊，可能我说好几串果啊嘞。那所以前一半是必须除了托拜个时间啦、啊，一个树体庄稼就显布啊，各位尊者，你骂人啊，不是上树哎。树安的村上去拿的那个八道外那个八就供养起来了啊，前一百五十比丘佛行在最前面，天台佛神希望啊一直行能够，他看见没存树去拿，他的都是阿罗汉啊，而拿不会拿那么多，因为他看没现神通，没拿啊，也是都最后一位啊，就是扁头路，扁头路是最后一位，扁头路是一样慈悲心啊，两位庄稼也用按那个方式来供养啊，虽然不是正确，但是其实是一般好心啊，发好心要供养，供养出家人，但结果没人很接受的供养哈，按你话可以自己妥协嘛，为甚至推让，所以因此呢，最后一位扁头路啊，看到都没人很接受自己的供养呢，就扁头路行到那边就收存上去。啊，有一个神童啊，从村场上去，就把个金板拿下了，就交出给供养。哦，一个树体庄稼，看到扁头路交出给供养，先放意咯。五体头的向你当礼，扁头路得到那个金板，哎，供养一头白开始啦，多赚了多紧张。太卡十宝饭的佛说法，我就十中啊，当时就把那个扁头路喊出来，讲扁头路，
你按呢每初二集检查出来献神童，也不应该有嘅。啊，睇随便献神童，我初中众神嘅啊错误嘅观念，因此就啊挖了个扁头路。讲你既然按爱接受人间供养呵，我怎么人面临呢？从怎么一开始，你唔可以咩？你唔可以用硬盘。那你要出在那个时间，要挨个发寒损灾、复发寒损灾的时间，有人实在供养，你就接受去供养。嘿，无啊，你就慈悲心是无多出代。你既然发心而慈悲而受人供养，从此以后有人发心实在供养，你就接受去供养。所以扁头路盲人咩，一直都根本硬寒财啊。但是有没有是俄罗汉？盲人提得几黑那边？哎，带出来比方，那你中国寺庙有那个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其中有一位啊，目面毛长长的，目面毛长长啊，哦，啊，目面陀地啊，啊，目面毛长长的，我才说，哪那目面毛个啥？这就是扁头路，扁头路尊者，罗多目面毛长长用树拿哦，啊，那非常的特殊啦，啊，这就是扁头路。那么扁头路尊者在印度教上人重要的情况，现在是。难以寻到这个记载，没办法说明。那么现在的中国佛教方佛法传了将近2000年，也有好几次按那个记载的历史。一个有人打前神斋，扁头路尊者就会出现，就会实现来受一个供养。所以从前泰流的丛林哈，一个有人打前神斋啊，方丈佛上的旁边方呢，我下一个圣神错，圣神错就是讲大千神在扁头路一天要来受供养。个圣神错方啊，那我一个办装那个翻出来供养那个扁头路尊者，所以个就那我有圣神错。至少有按那个情况，伊下个发明一个故事啊，我系从广福后啊，他那个永宗法师讲嘅，永宗法师是不是去泰流？在泰流方一个修行。带太丛林带过青岛，那么广富后让他转到台湾，那么刚刚是来说十三那时间还是一个小沙弥，用中法师才能来讲过，讲泰流有一个丛林，扁头路尊者讲述一个前神斋的故事，讲有一年有一个施主发心嘛，大前神斋，那么就当然前神斋嘛，我有圣神为了降临，探其谋生，圣神错。那么真太宗过堂吃饭，一千个以上的出家人过堂吃饭的时间太宗都督过堂而来，突然叫一个出家人，突然叫一个出家人年纪轻态，身体上的去南流做个什么烂烂破破烂烂的袈裟，来到营业斋堂呢，配个位置检查，他就坐个主持的位上，坐个主持的位上，坐个主持的位上呢，这是有纠察师吧，纠察师跟那个方丈和尚不要本来跟那个烂漫和尚坐去呢，就很不下来，很下来下来，在旁边听到不要你没坐在那边，跟方丈和尚他是紧下来，马尔太宗一声音来你起来坐好呢，坐好呢，方丈来呢，来的还没有坐，跟纠察师看到就超级的方丈和尚来的还没有坐他就行程很不下就不下来，就帮着你哄你哄帮着家你哄像书那样的他帮床上人又摸下，啊！结果我帮他唱歌唱，哦，个方丈和尚一看到我，啊，唔可以唔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不错不错，啊，个不错，挨坐了不错，就个旁边呐，门角巷旁边巷啊，临时摆只不一本方丈和尚坐。那么个吃饭的时间哈，有行同事添饭添菜啊，添才不意思，啊，饭添嘛老师，啊，添饭个行同事掉啊，才加个菜饭露出来嘞。啊，台湾甜嘛，老是这个饭嘛又露出来了。这一碗饭量好菜，一碗菜量好菜，啊，饮食不会饱啊。哦，也就是说，讲个让我很奇怪，让我吃不会饱啊。这行同事啊，火烫的啊，这菜碗拿出来还蛮有病老是啊，你拿出来病啊，就是相麻烦了，装不得菜了，就随就按拿了存出去，存出一碗行同事装菜了。跟行同事们拿到个小时候总是不去佛窗的太太的骂一样的挂错一种骂一个车门接班下面就跌下去了，跌下去化妆的跌下去，人也不见得的，人也没的，跟我呢跌出去哪下方打到五杀
打到五块个碗，跟碗方呢有五杂事，一上一杂事，打破生死关五杂事，冇看到咧，啊、哦，加上人家提到个面头路准炸的叫小中央，啊、哦，你朋友旁头唱歌唱，啊，我就被你打脱，啊，所以也就是。啊，讲个平头路存在，水仙菜那个天生菜个发挥方啊，叫做你中央。所以从此以后，逢迎食天生菜哈，广场和尚个旁边，那爱食圣神托，至少是阿弥个人缘。那就是讲把平头路存在哈，永久莫离开人间。只要你食菜，你就会来应用。那么天生菜啊，往往就会实现真实个人啊，分叉菜出感染的群众中来去应用。讲你讲普通大宅呢，那就是用一些木材或者天然板的方式来接触中央。所以平头路存在福田之意，大宅啊就会中央到平头路啊。那是第十一位，第十三位甲流陀仪，印度法凡神中国法按照黑光，哦，五年的啦，五人啊，哦，一身无尽无尽有光明，黑光。以在佛弟子当中呢是高发体质。啊，还有个四炸莫重要，四炸死后才复个身边，四炸还复死在个人，复喊一个你去那边做嘛个拍卖个事情，就专门假流陀仪去，是假流陀仪，因为去尝试说服个司令到各地方去判事啊，所以就顺下个机会高发众生，所以在菩提之中呢，也是高发体啊。根据经论的记载啊，迦留陀仪在佛弟子当中啊，在泰迦的时间是迦毗罗国的太神啊，后来见佛出家，所以证阿罗汉果以后啊，做佛的使者的高发地也是迦留陀仪。其实是因为摩诃迦宾那，迦宾那翻成中国话叫做黄修，黄岩的黄，神修的修，啊，修佛的修啊，读书上读修。黄修啊，天上二十八宿的神宿之一啊。那么其实属于天上的神像家，也是神像家。对于这个天上的各种的神像啊，也提得最详细。因为其实一个神像家啊，出代了的天文学啊，所以其在佛体制当中呢，是属于地神宿体一。地神修体也，简单讲啊，就是天文学家。佛体之中啊，嘛各样的都有了哦。像不但是这一类呢，乃水木匠啊，乃是铁工啊，可是这东西还蛮有多水来的。相信无论哪一种人，在佛体之当中都有。你看在佛经中的记载，上天还有最一苦的桥本。啊，专门开本神佛的人，上下也是见不出家哦。那么一个所以可见那个菩提子当中啊，那其实任何人只要很真发心，不都能够突击出家啊，都能好不修行。所以上至国王太子啊，所有的太地位的有地位的人物，下至一般的庶民，最穷困的庶民都白相啊，无名受说，人人都可以见不出家。所以佛土众生啊，并无限制，无规定讲的哪一种人，只要你发心，你就可以吐啊。真发心要好佛的人，佛个个都吐。所以这个摩诃迦宾啊，在佛弟子当中，地神修体也属于天文学家哦。天文学非常重要啊。刚听讲的提的天文学啊，那对于这个比如我现在这个各种的像那个气象台哈，气候所都是需要懂得这个天文学啊。那么应当拜这个摩诃迦宾那做师傅。因为第十五位破记罗，破记罗在佛弟子之中啊，其实有特殊的果报，不是一个果报啊。数年就最长是多160岁，又有出世的时间有不是一个果报。佛说阿弥陀经现在讲同时的当时佛说阿弥陀经的时间的唐宋就是第三文宗，三文宗的上书名啊，
讲十六位尊者，甲丙啊，凡尘中国法是房修，房间的房，修啊就是修破的修啊，托机场托修，也没讲是神修的修，就是天上二十八修的神修的名啊，其中有一个神修名叫做房修，亚位尊者的名就叫做房修啊。因为其实在菩提寺当中啊，属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最有研究，神修学天文学最有研究，所以在菩提寺当中呢也是第三修第一，也就是说吧，是一位天文学家。上回是讲到摩诃迦宾呐，现在讲第十五位帕基罗啊，帕基罗，帕基罗印度话，梵神中国话，按照善用，善就是修善法的善啦，十善的善，用啊，容貌的容，相貌的意思，这个相貌上来啊，去如何去善顺，去好啊，所以就是善用。有特殊的修行情况。有五不时的果报，就是讲话托基罗一出世的时间啦，那平常人唔重要，伊一出世啊，系一点肉球，人人像球一样嘞，一出世就在天南下方落落饭，这个父母看到托强，像我点你妈个妖怪哦，有冇出到在啊人人个肉球天南下方进饭啊呢？那么一托强呢？有个看人就装扮了两肉球啊，因为有个做点饼，有个点饼的熬盘啊，就装一平平的点盘啊，佛手天忙这个点饼的那种的熬盘，也就装扮一个肉球，装了个熬盘上去点啊，可是手也没事点不事，其实个熬盘上来碌碌饭冲装，那么一看到熬盘点这么多呢，都都屋头上煮一锅滚水，就装扮个肉球拿来将个木头个滚水上去煮，滚水一煮也唔会事，也见烦啊。在滚水上翻来翻去唔会事，这就是天一翻咯。第一次熬盘煎唔会事，第一次滚水煮唔会事。那这个感应看到很奇怪，滚水也煮唔事啊，也唔知乜个妖怪，昨天就拿来挑啊火上去，热天唔会，非常太火上去啊。将把那个肉球丢啊火上呢？海水浸也唔会事，在海方冲浪也系反来反去啊呢。因为个肉球在海方翻啦，太唔看到那个肉球，就特别摔落去，本唔系吞落去，唔系想把那个肉球吞到肚方啊，也唔会事，第四翻咯。海水浸唔会事，第三翻，唔系摔落去在五肚方，也唔会受翻唔会事，这是第四翻。那么也个摔了个肉球个五个呀。本该拖回的人作五个人作到啊，一个五个被作上来呢，作上去啊，就把那个五个拿来啊破肚了，这五肚破一块了呢，跟肉球就翻出来了，翻出来就同样跟作五个跟感染来不卡方呢，翻来翻去就天南行落落翻，哎呀，跟人看到五肚破过来，一旦跟肉球翻出来进点进翻，看到出将上面个破五个个多呀。就劈下去啊，劈下去跟两个肉球就劈到两上，劈回来就一只生意来就出来了，我眼还见焦了，就天翻多一劈唔好事啊，一劈下去一开来就将人家解烂，一开来中央啊，生意来就出来了，那么一个作五个人反击到那唔得啊，因为一个作五个人啊拖回个人啊，都好就无知无悟啊，人家去躲来啊呢。可能有一个五度方，一张肉球出来，本就多一片下去，一可能就是变成一只红眼，生人来就咁样眼眼个研究，就得佮拿起来先反正，就会人来做赖啊呢，那么因此后来也个你也就会抛弃咯，有五不死的果报，就是经过一五反个引导不死个都唔会死，熬盘煎唔死，滚水煮唔死。开水泡唔是，唔系失落去唔系事，最后用多一片也冇劈事，根本唔会上落去，多一片跌下来，也就是事啦。
所以一出世就得五不是个国宝。啊，后来清道士嘞，后来见佛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小行僧阿罗汉果，那其他菩提子当中呢，一个数人最长，是多160岁，160岁。所以其他菩提子当中呢，寿命第一，数人最长的人啊，在菩提子当中数人最长，160岁，就是破纪了。所以其他每一位尊者都有一个体验，也就是寿命体验啊，寿命最长是160岁。那其实我们这个按长命又讲五不四波呢，他经常讲有没有给破纪了生生世世啊，死不杀戒，过去多生以来受不戒，死不杀生戒，生生世世不杀生，所以这个身体健康没病寿人长啊。身体去健康没病啊，马该在啊都伤及不到，那么寿人又挺长，生生世世啊呢，因为其生生世世持不杀戒，你看就是持戒的持不杀戒的果报。所以一个人要求身体健康没病啊，那么要求长寿就无一杀生。刚才我们多杀生使众生的生命缩短，使众生的生命受到伤害，那你去加上要求长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此要求健康平安无病啊，那么要求长寿啊，那个师兄所谓长命富贵啊，要求长寿，那么必定要戒杀啊。那么持不杀戒就能将破戒了啊，是160岁。那么众人出生的时候遭到五重灾难啊，都不死，所谓得五不死之报，也就是因为持不戒磨杀生所得的果报，也为提示五位尊者。十六尊者最后一位提示六。恶尿流涛，恶尿流涛在其他的健康会反作恶那律啊，会反作恶那律涛，穷一个人只是因土的繁炎嘛，穷强炎受长啊，恶尿流涛恶那律穷一个人，恶尿流涛被恶那律反成中国话嘛，很多无贫，贫是贫穷的贫啦，无贫啊，就是两位尊者的生生世世都进富进富足，不会做到贫穷的果报。那么因此他们一生生出来的王中康，那是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节的唐罗台，是迦牟尼佛的做太子的时节的父亲羌梵王。羌梵王四兄弟啊，四兄弟啊，四王每一位各有两个来自，四王八字啊，羌梵王两个来自就是释迦多，后来出家成佛，释迦牟尼佛，还是还有一个男的双回光台啊，他就是几个同父异母弟。第一位帕梵王有两个来自啊，就是提婆达多，然后阿难陀啊，提婆达多阿难是请勇弟。这是听一位帕梵王的来自。第三福梵王，福梵王两个来自，他该是摩诃男，就是后来继承迦毗罗国的国王啊。羌梵王过世以后就摩诃男做国王。那么听一个就是阿耨流陀，福梵王的来听一个就是阿耨流陀，那阿耨流陀后来要见佛出家，所以其他菩提子当中呢，因为也是修得田园同，所以是田园体验。那先讲几种嘛个东西，讲名目按照物品。根据这个市场上，他经常讲，我要留头啊，他就是一夹钱，有一神呐、啊，做一个穷人，啊，讲求埋没个穷人，有你看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已经准备几副过的出家人来向他讨饭啊，因为当时啊做几房没饭吃，哎呀，准备几副过的人来讨饭啊，因为做几房没人布施，他家人爱吃都不得多，那有何布施呢？所以最后来到一个阿耨流陀的天神的所在啊，阿耨流陀这个本身挺穷，也是没好吃，该人呢多多有一碗饭啊，皮饭
就是给清搓个米老拍子来去种种到个搓米饭啊，只有一点就问个搓米饭啊本来去搞是干那看到两个出感染来托办啊，把空空也看到给我都按辛苦啊，我都办事，所以因此一个穷人就想讲爱虽然无好事啊，他爱根本一来玩不会我试试，所以想把几次搞个一碗饭啊就穷养个比出感染，就是已经真皮几乎过个出感染。那么穷养的以后啊所得的果报就是生生世世啊非常的富足，天好伢天有钱，家庭环境天好，生活天好，所以九十一劫来不是得到贫穷的果报，所以你还生转生做王子仍然是天富足，而且天贵，富贵两全。那么因此呢这个恶牛流毒的名声啊根据健康讲是有安利的原因来，就是多生多死都是因为那个中央真皮给不过的人啊，七家模式年纪啊一碗饭的中央那个皮给付所干的果报九十一家嘛不会贫穷，所以是无贫存在。那个财富地址当中是天然体液，要么我得到天然体液呢你也有缘故，我有留头是一个王子，所以王中方享受惯的，虽然把心间不出家，但是一害太不认真修行，众人不做个说法的时间就做个谈法吧，谈不说法吧他没认真谈，可能谈法呢就动目帅啊，那你讲好谈我能一听哈，实际上就动目帅啊，你谈不讲法的时间哈你可能就动目帅尝试案呢，一谈话就说到都没帅啊，是这样的，你不看到那个王爷流团的尝试可能都没帅，谈话就说跟你听都没帅啊，你哪得到法律多呢得你赢到，所以因此世界世中看到也没来高兴机啊将来会去了啊，小行没进步，所以因为你正在说法的时间王爷流团啊所在前面方才覆盖起你梦之眼的所在呢，不看到有头的都没衰了，有头经暗有衰退的不就饿出去来很像就挖你，说了一书提供多多何为帅老师帮喊累帮干累啊，一衰一千年不闻不两次头头亮的这个多多就是头字面的出事啊，就可以上好几个意思了，好几太上好几还没想何为帅，你做么东西让你进帅梦呢，你说法你认真谈法你做么个做个帅梦呢，按好帅啊喊一百你就会做螺丝，螺丝是什么呢天螺啊天螺啊，帮干帮就是个也是一种个友好的啊水出个通过啦，干就是喊的啦啊，从你还对个通过了一年都按住个衰木挑年的衰木啊，那衰木没保了，然后你按好衰哈他你们连人都没好做，是做田螺是做旱的啊，干就尝试有衰呢该衰的挺饱多了啊，该一衰啊衰一千年嘛没救一衰一千年，那你们把我谈话了不闻不明事连不跟明你都谈不多了，没光讲我谈话哦，个党员白中啊，安尼提恶质吼，看恶尿流头，当然是非常没面子啊，清江少啊，人啊，清江个呢，党员白中向本人做个比啊，那个恶骂、集体啊，使了个没面子，所以不正在那个台中啊，唐朝个时间按党员做个比，用谭有田用百步，所以没顾到这个面子，党面就恶质给。嗯、啊、你按号帅啊你没做天罗做汉呢啊挑眼帅帅一天眼眼不跟两路他们多按我自己可是听某面子啦听见笑啦啊听见笑啊这个地皮子刚刚按让我按号帅啊那穷极没一回事啊不帅梦的那不单光谈话的时间不帅那你按不行啊都不会帅就按你努力紧紧修行从刚刚开始认真用功不帅了，那么木竹啊以衰为衰
是无需啊，牧师就会饿死，因为连续多年无需，结果牧师就生病了，人就生病。不就那个因为无需的缘故啊，两张人就都吓脱了，牧师就看不到嘞。啊，小花讲啊，就吓人了，上面啊，牧师就看不到。我念了头，牧师看不到，个心情苦啦。啊，结果牧师饿死嘞，看不到。